哦，对，给大家说一个，就是今天我不是最近其实有其他的那个视频短剧上嘛，然后是，像金丝雀啊那些娱乐圈啊最近都会上，然后有一些评论就是不太好，大家方便就是，发那个视频的就共同维护一下，有的评论确实不太好，有的涉及到就是攻击到我搭档了，对，就是说啊这个怎么不是那个女主，怎么这个女主就应该那个女主来演啊，不是那个女主就啊不看，就是因为。其实跟我搭的也是女神，对，人家也是女神。你其实这样的评论发出去，人家一个女孩子看到了，心里我觉得他们看到自己其实也会不是太开心，对。因为男生你其实这样说，可能我觉得我还可能稍微无所谓一点，但是女生这样的话，人家想的不是太好，因为都是合作关系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对，这样的评论就控制一下，不要去伤害别人的心，而且我。还点开看了一下，就是评论这种的，她自己也是女神，你想想，感同身受一下吧，就是发这种评论不太好，抖音。